床。我出生的时候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有许多许多的亲戚都在等我。我出生的时候，医生和护士都在帮忙。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啊，他在伯利恒旅店里的马槽里，那里住着许多的马、牛，还有小羊。臭不臭啊？肯定很臭，很臭，很臭，很臭。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不生在漂亮的房子里面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他生在那么脏脏臭臭的地方？为什么？为什么旅店的人不把他接到房间里出住？我不知道。我出生的时候，大人给我穿上新衣裳。我出生的时候，别人送我很多糖。耶稣呢？很多人都忘记他，他只有一个布包在身上。他生气吗？他没有生气离开我们，他在马槽里睡着了。他一定是太爱我们了，觉得和我们在一起很开心，所以他不走了。有一天他还坐我们，问我一定死在十字架上。一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有了永生，所以我可以进天堂，所以我得救了，得救了。有一天主耶稣还会回到这个世界上，他会带走每一个信他的人，接他们到天堂。你准备好了吗？你有没有把主耶稣接到心里住呢？你有没有这回敢接受主耶稣的救主呢？快快快，没有时间了。请你们每一个人和我们一起说，神爱我，神爱我。我们每个人一起说，神爱我，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我要信他，我要信他，我就不灭亡，有了永生，我就不灭亡，有了永生。耶稣永远爱我，耶稣永远爱我，耶稣永远不离开我，耶稣永远不离开我。阿门，阿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Cindy，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海瑞，All the virgins shall conceive and bear a son, and shall call his name Emmanuel, God is with us. He said,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Whoever follows me would not walk in darkness, but will have the light of life. 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为了定世人的命，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爸爸，
今天是圣诞节，对不对？我们也知道今天是耶稣降生的日子。那有人说耶稣是外国人的神，对吗 ？No。那有人说耶稣是中国人的神，对吗 ？No。耶稣是世界的神，对吗？你们要说什么？要说阿门，对吗？好。那我们小朋友献上下一首歌呢，叫《活出爱》。希慕阿姨阿姆有米嘎嘎哭有米有米不嘎哭哈卡尼西奈那伊哈那达图哇嘎西嘎伊德巴苏努哈伊卡达奇尼卡奇杜尤伊尼库心爱，那心中。